我们是阴性的，你们没有权利强制把我们带走，不好意思。那你不到时候就强制了，那没办法了。强制以后还对我对你们进行处罚，你们没有资格强制啊？有没有资格？有没有资格？到时候你自己看。现在已经通知你了，做好准备。如果你不执行，不执行市政府的命令，就要对你进行处罚，要影响你的三代。我们不好意思，这是我们最后一代，谢谢。政府可以做任何事情，然后大家都会说让我不能忍，我不能忍，最后还会忍下去。